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已知方程式啊，这方程式啊，请回答下列问题。我们看看呢，啊，这是二元一次方程式，若 x 呢等于4的话，那么 y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就把4带进去嘛，啊，把 y 解出来，我带4下去。3乘以多少呢？ x 是4减2乘以 y 等于负8。好，那我把 2y 移过去，啊，把负8移过来变正的，12加8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20。那我两边除以2，所以就知道 y 等于多少呢？两边除以 2，y 等于10。所以第一小题是 y 等于10。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他说 x 等于 a，y 等于负2，为方程式的解，那么 a 等于多少？哦，你就 x 等于 a 啊，啊 y 等于负2，那么他问呢 a 等于多少？那我就把 a 跟负2带进去嘛，就3乘以多少 a， 3乘以 a 减掉2乘以多少呢？负2等于负8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负得正了，这正4嘛，移过去变负4， 3a 哈等于负8减掉4，好啊，这是负12，三四十二 ，a 等于多少呢？负4，三四十二。所以第二小题哈 ，a 等于负4。